这个男子去倒在街里，小姑娘敲下来，不顾这个入城期间不发全员，你在这做清问按压，早上做了这个严重呼吸，来来回回20多分钟就那点是正品里程，小姑娘就就这些吃的我们金牌，为小姑娘点赞。工作者碰到这种情况，都会上前面反复的抢救他。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虽然我儿子没有抢救过来，他们那点行动、那点帮助、那点努力，已经呢，没办法，他们已经努力了，尽力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他们。